天应该又是阿姨们帮忙了。我们到家都已经收好了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么多人帮忙，现在在帮忙打那个稻谷，小芳下去帮忙，应该是那个伯父他们在帮忙打。现在要小胖下去了，去帮一下忙。现在我妈收完稻谷了，她就在开始做饭了。这个猪蹄，还有炒鸭子。这个砍猪蹄的这个刀还是很厉害的。哎呦，我刚说就看一下情况，这孩子扛了谷子上来了。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打谷机坏了，然后去年就给它扔掉了，然后今年就搬着那个副桶，我们这边叫副桶，然后拿去打谷子去了。因为就只有两丘小田的那个落谷嘛，落谷子。今天伯父他们在帮忙打，在收。姐，你的福。我妈居然在教阿姨，教阿姨做菜。现在在炒红烧猪蹄。我上次吹牛说我妈的技术到家了，今天她开始教徒弟了。现在开始切鸭子了，边炒猪蹄边切鸭子。妈妈，你还砍鸭腿了呀？砍到我的头发上了。现在是俺们那一个抢个抢俺们的，哪个给？太小小两个抢啊，不要抢俺们的。你们修好的呢，我这行去，我还没那件行去上来个。你们听那个就不见。打完的吧？打完的吧？哈，这么久吧？都打完走了，打完走了。打有五十八。扛了三袋谷子，扛老火了吗？我妈在切的是我最爱吃的。鸭胗已经切好了，等下就炒了。妈妈的鸭子马上就炒好了，好香啊！妈妈，你是和毛豆一起炒吗？两个毛豆，我的天！毛豆两个毛豆都清炒关的吗？我妈今天有点懵。这个时候，今天是炒的毛豆炒鸭，我不说他都忘记了。看起来还可以哦。妈妈，你这个记性真的是，刚刚阿姨都说担心你下次带着我宝宝出去忘记了。哎呀，不过这个鸭子还是很好，很好吃，很香的。吃饭了，吃饭喽！大家看一下，今天还是挺丰富的。我带了点凉菜，然后又是猪蹄，又是鸭子，还有鸭胗，还有个丝瓜还没起来，差不多了。吃饭了，吃饭喽！最后一个菜上桌就可以吃饭了。多到了，多到了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！今天大家辛苦啦，收稻谷辛苦啦。
要写字儿啊。开饭，开饭。不要这个，这个不要。哎。啊，你也辛苦了啊！没给婆婆们收稻谷辛苦了，你也辛苦了啊！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帮倒忙辛苦了啊！你去哪里？你去哪里去？快回来！快回来！外婆，外婆叫你，外婆叫你，外婆叫你，慢慢的啊，慢慢的啊，慢慢的啊。你看你儿子在给他外婆扫地，说吃完饭了有点脏，赶紧扫一下地。仔，周一婷，哎呀，行吗？我打死法国。放在你房间，两个间，两个间，反正我需要到节目结束，一个两个关系，两个关系，没自己，哎。你看，把人各种搞破坏。哎哎，来过来耍萌去。追姐，这打圈圈。哎，你的饭，哎，给大家看看多好画画。动物，你看那个我就这么个半身的嘛，我把半身的毛下的白嘴。对，换吧。两汉人都是说的就是一个。这个骨头好啊，哥那么喜欢。你不管俺的，就把你的锅修。